尊敬的众席法师，尊敬的诸位法师，诸位大德，诸位同学，大家好。阿弥陀佛。今天是我们在日本应前首相两次邀请，鸠山先生的两次邀请，那么再就是东京这一边的敬宗同学，特别是太和敬宗学会，我们特别抽出时间到这个地方来跟同学们谈谈佛法。佛法从哪里谈起？时间这一次有20个小时。我看到刚才片头字幕上打的第二回，那么第一回就是我们在台湾讲了10个小时，这一次有20个小时，可以讲得更清楚一点。那么这一份讲义是早年我在美国讲的，有历史了。那么这一次邀请，我想一想我们谈什么，还是谈佛法里面第一殊胜对我们有真实利益的经典。其他的经典谈谈佛学，谈谈常识，要得真正的利益了很困难。真正的利益就是帮助我们利究竟苦，得究竟乐。这一句话了，希望同学们记住。有人要问你，什么是佛法？学佛有什么好处？你就可以告诉他，学佛的好处是能叫我利苦得乐，利一切苦，得究竟乐。苦没有离开六道轮回，苦就免不了啊。一定要立六道轮回才真正立苦。如果不到极乐世界去，乐不是永恒的，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个乐是永远的，永远的乐不再有苦，这个才真正叫立苦的乐。佛当年出生在印度，我们中国祖师大德的记载，今年是3041年，外国人说的是2500多年，中国还是有道理，中国人重视历史，这个年代的推算是佛教刚刚传入中国汉朝时候，那个时候法师们推出的，用中国加持纪念，佛出现在世界是周昭王24年加印，
啊，佛灭度啊是周穆啊，所以依照这个年代呢，我们觉得比较可靠啊。我们相信中国古人对历史的重视啊，3000多年了啊。佛教现在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啊，北京官方已经有说明，佛教不是宗教，不是迷信，它是教育。这个好啊，啊，肯定是佛陀的教育，像中国儒家孔孟的教育啊。那么这样一来，人人都应该要学习啊，都必定要学习啊，它对于我们真能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啊，现前的社会问题，从个人的修养啊，到齐家啊，家庭的和谐啊，工作的顺利啊，社会的安定，国家的富强，世界和平，都有真实的帮助啊。所以这门东西啊，不能不学。中国人称之为宗教啊。中国文字里面“宗教”两个字的意思非常好啊！如果照中国文字的意思来讲呢，那佛教、儒释道都是宗教啊。宗有三个意思，第一个是主要的，第二个是重要的，第三个是尊崇的。有这三个意思。那教呢也有三个意思，有教育、教学、教化啊。这两个字连起来就是重要的教育啊，主要的教育，重要的教学，尊崇的教化。我们如果把它说清楚说明白，上面再加两个字，大家一听就明白了。宗教是人类主要的教育，宗教是人类重要的教学，宗教是人类尊崇的教化。这个意思好啊！啊，我们最近这十几年在国际上团结宗教，每一个宗教都接受啊中文宗教的含义啊，都承认我们的宗教符合这个宗教的定义啊，都欢喜啊。那么现在社会这十几年来啊，没有安太平，一年比一年严重啊。现在我们要格外的努力把这个工作做好，就是团结宗教啊。我们提出神是一体，教是一家，教就是世界上所有不同的宗教，我们是一家人啊。宗教里面都承认有一个真神创造宇宙的啊，这个真神呢，各个宗教所说的真神呢是一个真神，真神是一体啊。所以宗教是一家，宗教就能够和谐团结了啊，
团结的理念，这我们是用的文字越简单越好啊，八个字：平等对待，和睦相处。啊，宗教本身要回归教育，互相学习。啊，我不但学习我的宗教、我的经典，我还要学习别人的宗教、别人的经典。啊，那么每个宗教经典都非常丰富，特别是佛教。啊，佛教的大藏经，我们一般人要真正学习，一生学不完，它分量太大了。啊，一生都学不完，那怎么办？我们提出个360小册子，啊，希望每一个宗教把他的教义从经典里面记录下来，编一个小册子给我们学习，啊，分量不要太多，这样我们可以用很短的时间，啊，吸取每个宗教最好的、最精华的教诲，我们全都学到了，然后才真正肯定神确实是一体。啊，在佛法里头非常明显传达这个意思。最普遍的，我们在《法华经》上看到观世音菩萨婆罗蜜，菩萨现千眼千手的相，啊，头部现32个面孔，啊，代表32应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他就现什么身，啊，32应身，啊，这个意思非常明显，啊，非常可惜，这个塑像的、画画的，都画成菩萨面孔。啊，32个面孔都是菩萨面孔。啊，应该怎样画？画各种不同宗教创始人的面孔。那个表法就清楚了，让我们一看。哦，原来这些宗教创始人全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。一体啊，啊，这个一体是前些年，哪一年我记不清楚了，我到日本来访问，啊，我去拜见中村康隆老法师，啊，那一年我记得他100岁，啊，他是103岁过世的，他100岁，我跟他见面，啊，他非常欢喜，啊，这个话是他说的，他告诉我，他说全世界每一个宗教的创始人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，啊，我离开的时候，他的徒弟桥本送我到大门口，告诉我，啊，他说：“法师，今天我们老和尚跟你说的话很奇怪，我们一生都没有听说过，他为什么跟你说这个话？啊，就是所有宗教创始人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，啊，耶稣是观世音菩萨化身。”啊，穆罕默德观世音菩萨化身，啊，每一个宗教的创始人，啊，那么释迦牟尼佛也不例外，啊，观世音菩萨化身，啊，理上决定讲得通，啊，这个话出自于老和尚之口，我觉得意义非常深。
他知道我在这个现前这个世界到处走动，在团结不同的宗教啊，他知道我在做这桩事情，告诉我这句话，这句话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啊，所以我们创教的是真神，神是一体，教呢各个不同的教是一家人啊，所以宗教与宗教要互相尊重，要平等对待，要和睦相处啊，要像一家人一样，应该要互相学习，互相尊重，要密切的往来。中国古圣先贤教导我们啊，人到这个世间来了，有人问了，问汤恩比，好像汤恩比留下来的这些书本里头啊有这个话。有人问他，人活在这个世间到底为什么？我们有没有这个问题？活在世间到底为什么？啊，中国人回答的是非常肯定。啊，活在这个世间唯一的目的是延续人类文化的命脉。啊，上一代传给我，我要传到下一代，世世代代传下去。啊，不能让它消失。这是中国人的人生观啊，而汤恩比的答复的时候呢，也答复的不错。他说：“人活在世间的为三桩事情，第一个是爱，啊，父母爱护儿女，儿女爱护父母，啊，这第一个是爱。”第二个是求知啊，就是求知识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要了解这个世界，要认知这个世界，这说的也不错。第三个呢，创造啊，人应该是为这个而活的啊。汤恩比没有深入经藏啊，如果深入经藏呢，我们觉得还是佛说的好。啊，佛说过这个问题，人为什么到这个世界来？佛的一句话说绝了。啊，比前面两个意思都说得好。人生愁业，佛就说这一句话，愁就是愁报，业就是你前世造的业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前世造的善业，你这一世到人间来享福的啊，你有福报。你要是造恶业呢，那你到这个世间来受罪的啊。所以佛讲人与人的关系，四缘，四种关系：报恩、报怨、讨债、还债。不但一家人是这个关系，不是一家人也是这个关系啊。朋友之朋友之间，认识相识的人啊，要记住佛这一句话。特别是在今天的社会啊，你要懂得这四句话了，你的生活过得很快乐，很幸福啊，别人对你好啊，
给你在工作事业上很多的帮助生利，那是我来报恩的。前世我对他有恩，这一世他来报恩啊，他诚心诚意对待我啊，我们也接受欢喜啊。那碰到叛逆的啊，甚至于父子啊，儿子把父母杀了，这报怨的，前世你杀了他，这一世他要来报仇啊，是这么事情啊。有讨债有还债，讨债还债只是财务上的这个问题啊，对于你没有恩义啊，没有这层关系。所以佛讲得好啊，这四个字讲绝了啊，人生就这么回事情啊。那么佛陀的教育是什么？佛陀教育是帮助我们了解事实真相，这就叫觉悟啊。我们到这一生来，在这个一段时期生活在世界啊，到底为什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这叫佛啊。一般人是迷惑颠倒一辈子啊，佛是清清楚楚搞得明白了啊，把怨转变成亲啊，佛法能改变啊，能帮助啊，把这个恶人变成好人，变成善人啊，冤家变成亲家。佛有这个本事啊，他知道他清楚啊啊，所以广结善缘啊，化敌为友，把一些结统统解开了。如果不解开，麻烦很大。为什么呢？这一生是过去的业因，在这一生造作的，来生要受报啊啊，很麻烦啊啊，不是说一聊就聊，一切都聊了，没有那么简单了啊。现在很多人活到无聊的时候他就自杀了啊，有自杀念头的人很多，连小孩都有啊。那自杀能不能解决问题？不能解决问题，反而增加问题啊。所以佛教导我们，人可不能死，死了就不得了哎，只要你活在世间，你就有解决问题的这个机缘机会啊，死了之后这个机会就没有了，那么来世还要有果报，果报比这一世还麻烦还严重啊。所以佛陀教育我们就必须要接受啊，它真的是非常好的教育啊，但是这个教育难信呐啊，人生难得了，佛法难闻啊，这是佛经上常常提醒我们，它是事实啊，确实是难信，特别在现代的社会啊，现代人所受的科学教育啊，对于这种形而上的教学很难接受，认为这些都是迷信啊，他不认为这是知识啊，今天崇尚科学，科学一切要拿证据来，实际上佛教里面所说的证据十足啊，那就在眼前呢 啊你细心去读历史，过去现在未来啊，都可以搞清楚搞明白啊，你就相信了啊。那现在最难的一个问题就是净土宗
啊，净土宗是难信易行之法。你要是真正相信，你这一生就可以做佛，一生成就啊，那快得很了。你要不相信，那可难了。啊，任何一个法门，佛讲的八万四千法门、无量法门，都能帮助我们成佛，但是不是一生，要生生世世，很长时间去学习，啊，去修行，慢慢的证果，啊，不像净宗，净宗非常快速，啊，我们学佛要细心，跟谁学？跟释迦牟尼佛学。啊，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做出最好修行正果的榜样，他做出来给我们看。啊，我们如果不以他做榜样，那就错了。啊，世间人头一个执着，执着身生活。啊，这是一切错误造作罪业的根源。啊，学佛的人都知道。啊，学佛小有成就，那是什么人？小乘出果，须陀洹。啊，小有成就。须陀洹怎么证的？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佛跟众生不一样的，佛觉悟了，众生迷惑，迷得太严重了，迷得太深了，迷得太大了，回不了头来，生生世世搞六道轮回，苦不堪言。啊，虽做善事，善中有恶；虽做恶事，恶中有善。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啊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真清楚啊，真明了啊！啊，贪念生生活，在现在人，有人连生都不顾，贪什么？贪财、贪色、贪名、贪利。啊，只要有这些，这就造作罪业。造作恶业，这个业不好啊，来生的果报三途，恶鬼、地狱、畜生啊，这些道很容易进去，很不容易出来啊。学佛的同学都要把这些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啊，自己才晓得怎样回避。啊，才能够真正走出一条成佛之道。啊，要想在这一生成就，就是净土宗。啊，净土宗最难信。我学佛64年。讲经教学57年，啊，我33岁出家，出家那一年就教佛学院，啊，在台湾各地巡回讲经，啊，57年讲经没中断。啊，这是
老师教的。我学佛的动机跟一般同学不一样。年轻的时候受学校教育，学校老师都告诉学生宗教是迷信。我们这些小朋友听老师的话，把这个话当真的，特别是佛教是最迷信的，佛教是低级宗教，高级宗教只有一个神，造物主只有一个神，佛教里面什么神都拜，所以叫泛神教、多神教，这个在宗教属于低级宗教，当然我们更不会去碰它了。没有向佛像拜过一拜，也没有烧过一炷香，认为他是迷信。我是23岁到台湾，26岁认识方东美先生，我跟他学哲学。这是台湾很著名的一个哲学家。他为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。我们有缘分。这个缘分学佛之后才知道应该过去生中借的，不是这一生。这一生我们彼此不相识，我只是看他的资料，知道他跟我同乡，我们家乡啊，老家居住的地方不太远，大概只有30公里的样子，很近的，这个同乡，我就凭这点关系。给他老人家写信，我那时候写的文章送给他看，一个星期之后他回我一封信，约我到他家里见面，我就要求希望他准许我，他在台湾大学教书，我就旁听他的课程，他告诉我，就是现在的学校，先生不像先生，学生不像学生。诸位要记住，64年以前，不是现在，64年以前，你到学校去听课，你会大失所望。我听老师这些话就是完全拒绝了，所以心里就很难过，这唯一的希望好像当下就消失了，我相信那个时候人很沮丧，很难过。我们坐在一起大概有6-7分钟，老师告诉我，他说这样好了，你要真的想学，你每个星期天到我家里来，上午9:30到11:302个小时，他给我讲2个小时的课，学生只有我一个，一个老师一个学生，上课在他家小课室、小客厅、小圆桌，我这个课是这样上的，给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，
五个单元，最后一个单元呢是佛经哲学。啊，讲到这一门的时候，我有怀疑，我向他老人家请教，我说佛是宗教，是多神教，是迷信，他怎么会有哲学？啊，老师告诉我，你还年轻，你不知道，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，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我从来没听说过，我相信他不是妄语。啊，我向他请教，这话我没听说过。我请教的时候，我说老师，你这个佛学从哪里学来的？啊，他告诉我，抗战的时候，中日战争的时候，他在中央大学教书，啊，中大的哲学教授，啊，那是在大后方，在四川成都，学校在成都。有一段时期他生病，朋友介绍他到峨眉山去修养。啊，峨眉山是佛教圣地，普贤菩萨的道场。他在那边养病，山上那个时候交通落后，没有交通，都是步行走路啊。啊，骑马，骑小驴，毛驴，啊，用这个做交通工具。山上除了佛经之外，没有杂志，没有报纸，他什么都看不到。每一天呢，拿着佛经来消遣。啊，这一看呢，他到底是基础好，他能看得懂。啊，这一看就看上瘾了。从此以后没有一天不读佛经。啊，真的是深入经藏。啊，我们以后学佛就了解了。所谓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自见是开悟啊。啊，他专心的爱好。啊，他知道这个东西好处，啊，所以他有悟处，大彻大悟，应该没有到这个境界。啊，小悟是肯定有，大悟也说不定。啊，所以他就深入经藏，啊，把这个东西介绍给我，我从这里入门，从哲学入佛学。从这入门，啊，也正在这段时间，我认识了张家大师。张家大师是专门学佛的，方东梅先生是附带学佛的，啊，他是哲学为主，啊，附带学佛。晚年他皈依了，正式皈依。他的皈依师父广庆老和尚，啊，在台湾也是很有声望的老法师，啊，我这样才接触的。啊，我认识张家大师，我们第一天见面就第一天跟出家人见面，啊，是张家，啊，我就向他请教。方老，我接受过方老师的教诲，知道佛经里面有最高深的哲学。啊，我向他老人家请教，我们有没有方法
啊，快速契入这个境界。我提这个问题，大师看着我，我也等他开示。我们这一对看呢，就看了半个多小时，一句话没有。啊，人好像入定了，啊，有禅有定的那个味道了。他告诉我一个字，有。这一有啊，我们精神马上振奋起来，耳朵竖起来了，啊，他就不说话了，没有了。停了差不多七八分钟，告诉我六个字：看得破，放得下。啊，告诉我，看破帮助你放下，放下帮助你看破。这两个方法相辅相成。像上楼梯一样，你放下下面一层，你就得到上面一层，再放下上面这一层，你就更上一层。从初发心到如来地，就是这个方法。啊，那么佛法学习佛法不能提升，原因在哪里？放不下。哎，你就老停在这一层。上面给你讲得很清楚，你就上不去。所以放下重要啊！啊，那么我学佛的这个基础，张家大师奠定的，我跟他三年，啊，我跟他那一年，他65岁，啊，我26岁，他65岁。他大我39岁，啊，68岁过世，啊，圆寂的，我跟他三年，这三年他帮我奠定了佛学基础，然后我到台中去亲近李老师，去学经教，我跟他10年，啊。所以我学佛3个老师，一共13年。啊，出家张家大师教导的，啊，他劝我出家，劝我学释迦牟尼佛。啊，他说的很好，你学佛了，如果对释迦牟尼佛不认识，或是认识不够，啊，你会走弯路，啊，你会遇到许多困难，所以你首先要认识释迦牟尼佛，叫我去读释迦方志、释迦谱，啊，我有问题的时候，星期天向他老人家请教，啊。几乎每个星期我们都见一次面，啊，那么读释迦谱知道释迦牟尼佛，啊，那时候在我们概念当中，我们知道佛这个意思就是中国圣人的意思，啊，要是通常翻译呢，佛是觉者，觉者就是个明白的人，对于宇宙人生真相完全搞明白了，成为觉者，是这个意思。啊，佛不是神，叫佛是个明白宇宙人生真相的人，这样翻大家就容易懂。啊，那么我们也想成为。对宇宙人生真相搞清楚搞明白，这叫学佛，学佛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佛学里头
没有迷信啊，佛教里没有迷信。那迷信的是佛教现实表现在外面，是迷信啊。那是什么？现代学佛的人不深入经藏啊，不但不能深入，连学习经藏都很少啊。所以老师告诉我，这你真想学佛，佛教不在寺庙啊，告诉我200年前中国传统的这寺院庵堂出家人，可以说大多数都是有学问有道德，所以你学佛不难啊，老师到处都有啊。200年之后的今天啊，那是64年以前，这出家人不研究经教了，不学习了啊，他们自己不懂，他会念经，经里的什么意思都不懂啊，所以就告诉我，学佛怎么个学法，一定要从经教下手。那经教在那个时候流通量很少啊，全台湾只有2个书店印佛经，数量很少。一个是台中的瑞城书局，台南的庆芳书局，就这2家。啊，种类很少，分量不多，大概都是一般寺庙金灿佛寺上用这些东西，他们印，其他地方没有人印。所以我们要想学习的经论都找不到，那怎么办呢？到寺庙，寺庙有藏经啊，有藏经楼啊，有图书馆，到那个地方可以来借来啊。丛书像大藏经的，这个都不借出的，那就利用星期天假期的时间去抄经啊。我记得我那个时候还抄了十几部啊，经书不容易得到啊，真正是经上常说人生难得了，佛法难闻啊，真不容易啊。而且真正懂得佛法有耐心肯教你的人不多啊，我难得了遇到3个老师啊，方老师会教我啊，张家大师、李炳南老居士他们肯教我啊，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，原来释迦牟尼佛是个教育家啊，他30岁开悟，这种表法模式是我们后世人特别是现代人最好的榜样啊！我们今天想学佛没老师了，怎么学啊？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实现的，他没有老师啊，他19岁离开家庭啊，放弃王位的继承权，他是王子，放弃宫廷里面荣华富贵的生活，他去做苦行僧啊，日中一时树下一宿，天天托钵乞食，他就干这个。印度当时所有的宗教
他都通通去学过。啊，还有很多哲学家，他都亲近过。学了12年，放弃了。为什么放弃？那些学术都不能解决问题。什么问题？利究竟苦，得究竟乐，都做不到啊，所以放弃了。这里面表发的深意，学佛之后大家就晓得，19岁离开家庭是放下烦恼障，啊，那个过往富贵那是烦恼啊，他放下了，啊，他去做普贤僧了，啊，12年的学习，所学的东西全是六道轮回里面出不了六道，可以帮助你升天，不能脱离轮回。啊，天有28层啊，一层比一层难啊！啊，所以30岁这一年，他学满12年，放下，那是放下所执障啊，2种障障碍，凡夫不能成佛。这2障要是放下了，他就开悟了啊！放下之后，他到毗婆罗树下入定，以后这个树就叫菩提树啊。出定之后大彻大悟，自己彻底觉悟了，也就是说宇宙人生的真相他全明白了，这叫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没人教啊，在中国唐朝六祖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开悟，他说了5句话，最后一句很重要，何其自信能生万法，这一句话说得好啊！这一句话说的他全明白了啊，整个宇宙怎么来的，自信就是真心，真心没有妄念，有念那个念头是妄心，没有念头的心是真心啊，真心用事，妄念没有了，放下了，完全用真心看到整个宇宙，宇宙原来是自己念头变现的，现在量子力学家证明了啊，所有物质现象都是念头波动现象所产生的啊，宇宙之间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啊，这是假的啊！现在科学家，特别是量子力学家，发现了，这是真的。佛经上讲的是真的，而且佛经讲的比科学家讲的更透彻、更清楚啊！所以方老师当时教给我是高等哲学，现在我们才知道它也是高等科学。啊，我学佛这64年，我把佛学总结5个科目。啊，佛出现在世间教导我们5桩事情。第一个是伦理。第二个是道德。第三个是因果。这3种叫普世教育。就是什么救苦救难的。帮助一切众生。
可以说是世间教育，教六道众生。另外两种是向上提升的，高等科学、高等哲学。那佛教导的就这五门功课。啊，所以它不是宗教啊。中国古圣先贤“宗教”两个字的意思多好啊！啊，但是西方人宗教不是跟中国这宗教意思不相吻合啊。啊，中国宗教两个字的意思好啊，啊，是人类。主要的教育，重要的教学，遵从的教化。啊，学佛真的能帮助你离苦得乐。像方东美先生所说的，人生最高的享受啊，是学佛啊。啊，你要想真正享受到人生最高的享受，清心寡欲，这个非常重要。啊，心地清净，一尘不染。啊，不受外面境界影响。用真心的，啊，欲望完全放下了，没有欲望。欲望是烦恼的根源，欲望放下，烦恼就没有了。这个心生智慧，不生烦恼。啊，人要有欲望，很容易受外界的感染，他只生烦恼，不生智慧。这学佛要真干的，真干的人不多，很少。啊，干假的多，干真的少。所以真的就越来越可贵了。啊，一直要坚持到底，一生不改变，做一个好榜样给后人看。啊，这就是张家大师教给我的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印度十六大国王都是佛陀的皈依弟子，对佛陀都是全心全力的拥护支持。为什么不盖一个大庙给佛？佛一生没到成，为什么不盖？不是大家不发现，是佛陀不接受。为什么不接受？有这一个寺庙啊，就成不了佛了。烦恼障碍太多了，所以他不要啊，不要的没事啊，没有牵顾虑，没有牵挂了，啊，过着行云流水的生活，到处都为家啊，而且规定的是比丘晚上休息啊，在树下，树下只有一宿，明天搬到别的地方去，别看这个树好，明天还得又起贪心，只准许你树下一宿，第二天一定要到别的地方去。为什么？断烦恼嘛，断你那个贪心啊，贪嗔痴慢疑，断这个啊，所以不要道场啊。我们搞明白了，搞清楚了，我们就晓得原来是这样的啊。我这一生没道场啊，一生也不见道场啊，一生做流浪汉，
啊，我到晚年85岁，香港有个同学是我的老听众啊，他往生了，嘱咐他的夫人把乡村里面两间小房子供养给我，希望我常住香港，在香港讲经。我接受了，他那里叫六合院啊，很小的两个小房间啊，土地大概有5-6亩土地，我现在种菜做菜园啊，别人要我种花，那种花没有意思，种菜可以吃。现在这个饮食不干净的，有农药，有化肥啊，有一些这个化学品对人体很不利，自己种的菜放心啊，还是用古老的土方法来种啊，就吃得感谢啊。这个小房子送给人都没人要啊，这才能安心啊。所以想到释迦牟尼佛点点滴滴都是为我们做好榜样，我们要留意学习，不能轻易看过，这里头有大学问啊！我这些都是张家大师教导的啊。那么前年2013年1月，南阳诸葛亮出生的地方有个小庙叫来福寺啊，一位海贤老和尚112岁往生了啊，他的徒弟把他往生的事迹详细写了一份报告送给我看，我看了之后非常欢喜啊。这个老和尚一生没有念过书，不认识字啊，家庭环境非常清苦啊，20岁出家，师父看中他啊，师父是个了不起的人，我们看他的光碟，看他的报告，能体会到师父肯定是大彻大悟的修行人啊，这个人是发气，所谓发气，决定一生成就啊，只要好好教他，一定成就。这个成就就是做佛了啊。他有什么条件呢？我们佛门所说的，这个人老实、听话、真干。只要有这个条件，个个都能成就啊，不能成就的不老实、不听话、不真干，那就没法子，那就结缘了啊，给你结个法缘，来生来世接着再来啊，这一生不行。如果具备这个条件，这一生决定成功啊。这个20岁的年轻人来求出家，他具备这个条件，所以师父给他剃头
剃头之后就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告诉他一直念下去。你看他念了92年，112岁往生啊，念了92年，92年就一句佛号啊，他的成就不可思议。我看他的观点，看他们的报告，我感觉到这个老和尚20岁开始念这句佛号，应该就3-5年吧。啊，25岁前后，他得功夫成片。得功夫成片的人，阿弥陀佛就照顾他了。阿弥陀佛肯定现身，给他递信息。啊，也就是我们一般讲受记。啊，告诉你，你还有多长的寿命？等到你命终的时候，我来接引你。啊，就把这个消息报给你了。啊，那么他没有往生。啊，得功夫成片的人，如果说我还说我不要了，跟阿弥陀佛要求，我现在就往生，佛就会带你走。啊，这样的人很多，我们相信海鲜老和尚也是这样的人，但是阿弥陀佛没带他走。啊，什么原因呢？他说他赞叹他，你修得很好，很如法，啊，希望你在世间多住几年，做一个好榜样给念佛人看看。啊，所以他就没带他走。那么从功夫成片提升到事业心不乱，大概是5年的样子。啊，所以我估计他得事业心不乱不超过30岁。得理业心不乱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。啊，跟六祖慧能的境界一样，跟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境界相同，得这个境界的时候大概40左右。他还没走，他到112岁才走。啊，为什么？为这一桩事情，他就为这个。啊，所以肯定是阿弥陀佛告诉他，哪一天你看到这本书，我就来接引你了。所以有几个同学带这本书去看他，他不认识字嘛，他就问他，你们拿的什么书啊？啊，他们就告诉他，这个书叫《入要佛法心，唯有僧战胜》。他听到这个话之后，欢喜得不得了。啊，好像盼望很多年的宝贝似的，这下遇到了，穿袍大衣，拿着这个，要求大家给他照相。老和尚一生从来没有要求别人给他照相过，只有这一次。啊，这个书内容是什么呢？最近这10几20年，海内外批评下莲居会集本，反对依照这个本子修行的人很多。啊，这时一位年轻的法师，他用了10几年的时间收集许许多多资料
证据来证明下莲居老居士汇集本是真经。啊，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正知真见，我们依照这个本子修学一点都不错，他给我们做证明的。啊，所以他这本书出版了，他拿在手上的时候第三天他就走了。啊，欲知时知。啊，他不告诉人。啊，他不愿意人家送他往生。他说我自己走，我不要人助念，他助念不牢靠。啊，要靠自己他真正靠得住。啊，你看112岁老人，但是他的头脑清楚，体力跟年轻人一样，自己照顾自己。啊，往生的他是夜晚往生的，白天还在菜园里工作一天，啊，整地浇水拔草，啊，一直干到太阳下山。啊，大家看到他这么勤劳，告诉他老和尚可以休息了，他说我快做完了，啊，做完了我就不做了。这是双关语，没有人听出来。到第二天老和尚走了。啊，这说明什么呢？生老病死他没有劳苦，他劳不苦，没有劳苦，没有病苦，没有死苦，说走就走。啊，我们人在这个世间把苦较艰难，他除了那个生苦的已经之外，是后面这个七种他都没有。这就是人生最高的享受，这就是得大自在啊！我们不能不知道啊，所以我们学习净宗法门，这是真的。像佛在大乘经上所说的，真正能信发愿往生肯念佛，都是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才有这个善根，这一生当中的遇到之后能生欢喜心，能依教奉行，得无量诸佛加持，你才能信能愿，不容易 啊真正亿万人当中难得有一个啊，这个机缘不能错过，我们遇到了，还遇到下莲宫的汇集本，遇到黄念祖老居士的脊柱啊，遇到净宗学会的同参道友啊，都不是简单的事情啊。那么我们今天在此地只有20个小时的时间，所以我们只选择无量寿经最精彩的一段啊，这一段就是第六品法大誓愿第六啊，也就是净宗著名的阿弥陀佛48愿啊，这一品经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，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转述啊，转告我们的，这里面字字句句都是阿弥陀佛所说的啊，释迦牟尼佛没有改动，原原本本传给我们。所以我们认真学习啊，坚定信愿，这一生决定得生净土。
啊，我们能认真修行，就给社会大众做最好的榜样。啊，像老和尚的母亲一样，老和尚的母亲86岁往生，把他的女儿、侄女统统叫来，啊，他表演往生给他看，他女儿看到了，是真的不是假的，所以女儿带着他的小孩出家了。啊，这是最有说服力的，啊，让你亲自看见，学佛人走得这么自在，啊，走得这么好。我们看经文了啊，《发大誓愿》第6，经文一共是24章，48愿。啊，发藏白言，唯愿世尊大慈天察。发藏就是阿弥陀佛在行菩萨道没有成佛时候的法号。啊，叫法藏比丘，法藏菩萨，啊，世尊是他的老师，世间自在王如来，啊，是法藏比丘的老师，啊，他对他的老师发这个愿，啊，望佛以大慈悲心，啊，来听他的报告，啊，来观察。他的诚意，我若证得无上菩提，成正觉矣。这是假设，我要是成佛，啊，证得无上菩提，成正觉就是成佛了。所居佛刹，就是他住的地方，啊，释迦牟尼佛的佛刹。是娑婆世界，他的佛刹是极乐世界，啊，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。这一句总说，下面48愿细数，啊，总说就圆满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。庄严我们讲美好。啊，下面这细数，第一个是过无我道愿。释迦牟尼佛的娑婆世界有6道轮回，极乐世界有凡圣同居土，它只有2道，啊，没有恶鬼、地狱、畜生、阿修罗。啊，没有这4道，只有人天。啊，第一愿，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。啊，刚才我说了，这个里头没有写阿修罗，啊，阿修罗也没有。他只有人天，啊。第二愿呢，不堕恶趣，生到极乐世界，永远不堕三恶道了。啊，所有一切众生，皆阎摩罗界。阎摩罗界是鬼道，啊，是恶鬼道，三恶道中，来生恶刹，受我法化，习成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不服更多恶道。啊，这一章里头有2愿：过无恶道，不堕恶趣。下面是总结，得十愿，乃作佛。啊，这一愿他真正成就了，真正得到了，他实现作佛。不得十愿呢，不取无上正觉。
如果他这个愿不能落实，不能兑现，他就不成佛。啊，他就不成佛。啊，发的这个誓愿。那么现在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，法藏比丘在极乐世界成佛到现在已经有十劫了。啊，有这么长的时间了。可见得他的四十八愿愿愿都兑现了。啊，我们了解这四十八愿就知道这个法门的殊胜。啊，会对他生起向往。我们看下面这个我写的这个注解，这是早年在美国写的。啊，第一次讲的时候在美国写的。啊，很早了。啊，但是比较简单，对现在人很适合。啊，所以我还是选择这个本子印出来流通。此品，品是品类，我们中国人讲篇章啊，第几章，它叫佛法里的叫品。那么这一篇的经文是净宗最著名的四十八愿。夏老居士、夏莲居老居士当年汇集这一篇经文的时候，费了三个月的时间，啊，就这篇经文，啊，还有慧明老法师跟梅光熙居士三个人在一起汇集这一篇经，啊，用了三个月的时间。才整理出来，可见的小心、恭敬、谨慎啊，求三宝加持啊，避免过失啊，不是很草率翻译的、汇集的啊，真诚到基础，恭敬。到基础，啊，才有这么多的感应。如果与原以五种经本合起来看，你就能发现，确实汇集得很好，文字的整理可称尽善尽美。在五种原译本中，用四十八条者有两种，啊，所以这部经很特殊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讲经只讲一遍，没有重复的，但是这个经有重复，啊，这个经古人判断最少讲过三遍，啊，我们相信不止三遍。啊，可能有几十遍。啊，因为我听说蒙古大藏经里面无量寿经有二三十种，有将近三十种。啊，决定不是一个原译本，它有很多的梵文原本。这就说明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过很多遍。为什么讲过很多遍？这件太重要了。啊，只有这一部经能叫你在一生当中圆满成就，啊，其他的经都要断烦恼证菩提，啊，真的是难。那么现在我们大藏经里面目录一共是有十二部、十二种，但是有七种啊失传了，啊，这个经体保存在。失传，经本找不到了，大藏经里头只有五种，啊，这五种里面用四十八愿的有两种，就是魏译的、唐译的，
这两种是四十八愿，用二十四愿的呢，二十四条的也有两种，汉译的、吴译的；用三十六愿的有一种，宋译的。如果说是翻译，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差误，这是不可能犯的错误，肯定是不同的版本，确实是有依据的。故古德说梵文原本不止一种，证明佛在世时说法时曾多次宣说无量寿经，可见此经的重要性。这是我们从版本上来，特别从蒙古文大藏经。我现在是拜托内蒙的金教授，希望他把无量寿经、蒙古大藏经里头的无量寿经都把它翻出来，都翻出来大概有三十种的，说明这一部经是佛当年在世常常宣讲，对我们现在修净土的人有鼓励的这个意思，所以夏老居士回忆时，以二十四为纲，以四十八为目，把五种本子里本来面目都能保存，颇为难得。这是汇集的好啊！将五种不同的这个面貌都能够保存，非常难得。法藏菩萨对佛及当时诸大弟子提出他的修学报告，这一瓶经就是法藏菩萨的学习报告，他的态度言语都非常谦虚恭敬，谦虚恭敬我们要学，为什么？现在佛法衰了，找不到根熟众生，就是真正学习的对象找不到了。学圣贤教育，学佛法，它的条件第一个有真诚心。我们现在都用妄心，妄心是什么？妄念，用这个心，不诚实，就是不老实。第二个要紧的条件是清净心。我们心不清净，我们心是染污心。外面境界风吹草动，我们都生烦恼。顺自己意思的生贪念，不顺自己意思的生怨恨，这就是受外面环境干扰，你生烦恼，不生智慧。第三个没有恭敬心。所以老师为什么说老师不像老师，先生不像先生，学生不像学生？这个是方老师跟我讲的。老师不像老师，老师是没办法教了，不是不肯教啊，没有对象啊，学生不肯学 学生入学等待四年拿文凭毕业了，他要这个他拿到文凭在社会上好找工作，是为这个来的，
不是为学东西来的。啊，念中学的时候还要认真，为什么要考大学？还肯读书。进了大学，上面没有了，他就不念书了，不肯学了。啊，这就是老师想传法，没人承传，找不到学生。啊，学生想找个好老师也不容易，到哪去找？啊，这都靠缘分。啊，缘分、机会，要懂得抓住时间。啊，没有抓住，这就时间空过了。啊，再想遇到不容易。啊，所以机会要认识，要很快把它抓住。啊，才能成就事业。谦虚恭敬重要。啊，他说，我若证得无上菩提。无上菩提就是菩提翻作觉。无上菩提是圆满的觉悟。啊，这叫成正觉。所居佛刹，那就是他的道场。他戒严大众修行的场所。啊，所居佛刹，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。这个几句话里头含义很深很广。啊，这样功德庄严的道场，老师要具足无量功德。每一个往生的人也要具足无量功德。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在娑婆世界不能具足不可思议功德庄严？为什么不能？释迦牟尼佛能，我们这些人不能。为什么？我们这些人如果是无量功德庄严，我们在里面生贪心，生贪嗔痴慢。啊，你有个大道场，底下徒弟多了，个个都想争夺，啊，争名逐利，那就帮助他们作业造业，把他们个个都送到无间地狱去了，这就害了他了。我们对这一点看清楚啊，不是好事情啊。人必须在苦难当中去磨练，这是真功夫啊。啊，他从小养成习惯了，遇到这些功德庄严，他不放在心上，他不会生起贪心。啊，没有这种基础的扎根教育，真的财色名利摆在面前，几个人能过这关？啊，都被这个东西淘汰掉。古今中外例子太多，我们要记住啊！啊，人要叫他吃苦，所以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呢。啊，不能吃苦怎么行？啊，所以伦理教育讲关系，道德教育给你讲理，人情世理，因果教育讲报应，你通通搞清楚搞明白了，你会约束自己啊，不敢过分啊，不知道约束自己的没有一个不造业。
我们要想到唐太宗下地狱，好皇帝，我们看到他附体的报告啊，这个光碟还有啊，流通不少啊，你就看看啊，为什么堕地狱？杀人太多啊，争夺政权杀人了，战争杀人了啊，凡是用战争做手段夺取的政权，死了以后都在无间地狱。啊，夺取政权的时间，你能做几年皇帝？啊，无间地狱那个罪，是讲结束的，不是讲年月日。太可怜了。啊，唐太宗很幸运，地藏王菩萨能把他带出来，他的功德就是一部《群书治要》，是他编的。啊，这一部书出现，能救中国，能救全世界。以这一部书的功德，他离开地狱。啊，离开地狱，我们晓得他升天。啊，听说他是念佛往生净土，这有可能。他是佛门的大护法。啊，这些业因果报，让我们看了之后，对于自己起心动念，不能不谨慎。这几句话是他全部大愿的总数，他的世界非常庄严。为什么？每一个去往生的人也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，所以在极乐世界样样都有，不会让你生起贪嗔痴慢疑，不会让你起心动念，不会让你分别执着。这个世界好啊！啊，我们这个世界为什么释迦牟尼佛不现功德庄严？现了之后，引起你们贪嗔痴慢，引起你们竞争斗争，所以他不能用。啊，道理在此地。啊，这一部经是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极乐世界的状况，全部经典就是48愿详细说明。啊，这一部大乘无量寿经就是48愿详细说明，无一句与48愿相违，思想见解行法做法以及教化众生完全相符相成，可谓佛佛道同啊！啊，这都是我们要认识的，要理解的。啊，其所居住的佛刹就是他的道场，他自己已经成就圆满的佛果，他的道场完全是帮助一切发愿想成佛的以及发愿普度众生之人。是成就这些人的。啊，这个功德无量无边的。啊，佛在经典当中开示过。
他的道场要超越一切诸佛刹土的功德庄严。啊，佛在经典中间开始过，西方世界固然很好，尚有比西方世界更好的地方。这就是比极乐世界还庄严的有。啊，它不是排名在第一，但是它有它的第一。啊，第一之处的人，其唯一能超越其他世界之处有三点。第一个，待业往生，一切诸佛刹土的庄严没有待业的，啊，没有待业的我们去不了，啊，极乐世界可以待业，所以我们人人有份，啊，个个都能去得了。那么第二个呢，往生不退，其他世界就往生有退转，往生到极乐世界保证你不退转。第三个，往生之后啊，一生成佛，此时西方世界第一殊胜之处。啊，对我们来讲是无比殊胜的利益，我们要不取这个法门呢，那就错了，大错特错了。啊，要取这个法门。十方世界有阶级，唯独西方极乐世界是平等的。往生生息的方法太简单，只要一心称名，生念必生，这都很重要，非常重要的开始啊！我们要记住，你为什么要选择极乐世界？第一个，待业往生，我是待业；第二个，往生不退；第三个，一生成佛。啊，就凭这个，我选择净土，我决定不回头，决定不拐弯。啊，像海鲜老和尚一样，啊，真正下定决心，万缘放下，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没有，真的统统放下了，这是世间第一等大福报的人。啊，见道场，记住印光大师教给我，见什么样道场？小道场注重不超过二十人，真修真干了，啊，二十人住的是小茅棚啊，啊，人家看到不会起贪心，你送给人家的不要啊，啊，他嫌你这住的不舒服啊，啊，那我们是为来生还是为现前享受福报，还是为来生？啊，生到极乐世界寿命长啊，真的是无量寿啊，寿命无量，光明无量，光明是智慧啊，无量的智慧，无量的寿命，无量的相好，为什么不去？啊，方法简单，你看，只要念佛阿弥陀佛四个字，生念必生。西方世界没有卧道，阿弥陀佛感觉三卧道众生太苦，
而且也是修道的障碍。十方诸佛刹土是佛与众生善恶业所成的，而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的愿力所感，故清净庄严。凡去西方者，阿弥陀佛凡去西方者，阿弥陀佛皆不问，只要具足信愿行就可以了。你是不是真信？是不是真想去？是不是真念佛？佛考试你，就这三句。你这三个条件具足就通过了，就到极乐世界去了。那么这个世界所有一切苦西方世界没有，凡夫业未消可以待业往生，虽待业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，那个地方没有恶缘，恶业不起作用，因此恶业不要想，想一次等于造一次，只有增长不会断掉。这一句话呢，大家要好好记住，干坏事不要常常想啊，想一次就又干一次，想十次你就干了十次，何必要想它了？想佛都好啊！干好事干坏事通通不想，只想阿弥陀佛就对了，这叫修净业。这个人决定往生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的平等世界，跟谁平等？跟阿弥陀佛平等，真平等，不是假平等。首先身体跟阿弥陀佛相同，相好跟阿弥陀佛相同。不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！你看《观无量寿经》，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赞叹阿弥陀佛报身，身有八万四千好，八万四千相，每一个相有八万四千随行好，每一个随行好放八万四千光。每一道光里面都有诸佛菩萨在那里讲经教学说法，等于说在他身体能看到全宇宙。阿弥陀佛是这么好的形象神像，我们往生的人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。这是十方世界所没有的，所以我们要把念头集中起来，专想阿弥陀佛，善终之善，这就消业障。心里没有恶念了吗？念念都是阿弥陀佛，所以念佛是最好的消业障的方法。一切时一切处起心动念都是阿弥陀佛，你的罪业就没有了。众生，佛经上用的很多，什么意思？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就叫众生。众生包括的意思非常广大，没有边际。除佛之外，其余九法界都叫众生，都是众缘和合而生的。阎摩罗界指的是地狱，特指指出三恶道罪障深重的众生，只要念佛也能往生。地藏菩萨在地狱度众生，凭什么？
地狱众生里面有善根的啊，他是一时造了地狱的罪业，犯了这个错误堕地狱了，但是他有善根，有善根，地藏王菩萨在地狱讲经教学，他容易接受啊，只要他能接受，地藏王菩萨就能帮助他离开地狱啊，而且不会再堕三恶道啊。那么这个三恶道在字面上讲呢，是指三途，实际上它包括阿罗汉、辟支佛、全教菩萨都包括在内啊，这把意思展开来说，因为生到西方啊，都属于大菩萨、大乘菩萨，不再退转了。法藏又说：“得誓愿乃作佛，不得誓愿，不取无上正觉。”《阿弥陀经》上所说的，他已经成佛世界了，可以证明他已经满愿了。换一句话说，这48愿，愿愿都是40，他通通做到了。极乐世界有凡圣同居土，只有人天两道，没有阿修罗，没有地狱魔鬼出生啊，所以纵然造的有三途的罪业，到西方极乐世界没有这个果报啊，这我们都放心了。到极乐世界，花开见佛，莲花化身过去啊，到那边是清净阿弥陀佛啊，极乐世界的殊胜庄严，一到极乐世界你完全明白了。好处利益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啊，到那个地方通通看到了阿弥陀佛，他在那干什么？弥陀经上有经现在说法，阿弥陀佛讲经说法没有终止的，天天在讲啊。早往生的没离开，也在讲堂；新往生的走到讲堂里面，讲堂里有他的座位，座位上有他的名字，跟莲花一样啊，他在那里听经闻法，进入讲堂，什么时候出来？成佛就出来。你看，进去是凡夫，进讲堂，出来的时候成佛，不成佛不出来呀。啊，在讲堂里面就能够以神通度化众生。这是一般人无法想象的啊！为什么？你想，阿弥陀佛时时刻刻也没停止，分分秒秒化身无量无边，干什么？到十方世界
去戒淫那些往生的人啊，来戒淫的全是阿弥陀的化身啊。每一个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，只要进入阿弥陀佛讲堂，坐在你座位上听经，也能像佛一样化无量无边分身，干什么？到十方世界去供养佛，供佛是修福啊，去听经，听经是修慧呀，福慧双修啊，啊，设防一切诸佛如来都在教你，没有中断，也一直到你成佛。这样的道场到哪去找啊？找不到啊。好处实在太多了，说之不尽啊，我们世间没有法子跟他相比啊。你要真正明了之后，你就会下定决心，我非去不可啊。阿弥陀佛欢迎大家去啊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休息到此地。